货比闷闷，我是美闷。Nike 最新的官方限量闷包，原价499，五双鞋子，15件衣服加配件，那也是7月底发售的。看看这一波，我1500块钱收来，会不会还是被坑？开始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，带来喜和爱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迎着狗的幸运，把它同时嗨呀！从最上层慢慢开，好不好？大家觉得哪一个可的可以打个可，然后现在抓紧。马上给我投两个币先，要回回血。首先一个是儿童包吗？还是大人的？把张你背一下。好，没什么。哈我只是确认一下是不是给女生的，不是给你去试女生的东西，好像也不太合适。哎，还有个小足球，但因为我不懂足球啊，有没有懂足球的朋友啊？来说一说这啥球啊？然后就一堆衣服，我跟你说。大码的一条 Dryfit 运动裤，每期闷包开出的东西，我们都需要在网上面单独查一下它的市场售价。于是我打开了我的扫描，顿时惊了，这名字，这设计，这不一模一样的吗？你有病！女装双钩露脐服，会有女装吗？不，我不舍得把我身上面的这一件双头服 Gas Station 新出的这个衬衫给脱下来啊！双虎黑白、木棉花，还有我们的西裤都上了，还有很多补货，赶紧冲吧！有店铺满300减30，满500减50的优惠也快结束了哈！来，继续吧。哎，这些衬衫好像还挺好，好教练啊。看似平平无奇的一件夹克，我一查价格，我的天哪，居然要1160吧？这你会买吗？我感觉你不得不说，钩子的东西还真的会相对好像良心一点。是男装的，男装的这种就不用穿底裤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已经有底裤了。这种裤子不然你还要穿底裤吗？日式男装这种裤子都不是不用穿内裤的啦。我们那种女生的也要穿。那男生的可以的，男生兜得住的。你没有听说就前段时间一个田径比赛吗？就有一个选手就因为那个没有兜得住，然后就痛失了名次。为什么这里都有个 I 的这个标？哦，样品标。你看，我们这一次拿到的是样品包来的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有样品的一个标志在。此乃样品 ，Nike 并不保证本产品适合做多种用途或设计、制作或物料上并无缺陷，就是与我无关。反正你买了，那是你的事啊。最后再说鞋子哈，霓虹灯牌的一个钩子速干服，也是一个女款的小背心，然后最后还有一大捆，这个是足球袜吧，应该是这么长，去到膝盖的那种袜，应该是去到我大腿了应该。然后你还说的真准，知道吧？我们这个包是足球主题的，足球迷大喜，哇！有人知道价格吗？哎，踢足球的朋友告诉我哈，开拓一下足球领域哈，哇，这个。我真不懂啊，这个我真不懂，触及到我的盲点了哈。足球鞋，这鞋子虽然看起来又没鞋盒，还蛮拉胯的，但一查价格，居然还挺贵，试试吧，有没有兄弟适合啊？这也是足球鞋吗？跑鞋来一双，这个是39码，这个女码扎扎合适，金钩啊，你看金钩，玫瑰金钩，多帅气！行了，这个给右姐了，右姐听我说，谢谢你。好，最后没了，就那么多了。哇，你这也太惨了吧！这哇，1500块钱这一堆，你们说我这是有被坑吗？看看总体呈现。先这样，讲讲牛逼。